发你的美梦吧。你去哪儿？都这么晚了。出去透透气。查理车，你没王法了，这光天化日的，哎，黑天暗地的，你竟然当街抢女人，你想当英雄啊？哎呦，对，英雄救美，别碰我！可惜啊，可惜你选错了对象了，她是一个歌女。你没听错，我是个歌女，但不是有钱就能让我卖唱。这日本人，他就是不行。怎么？啊？这日本人的钱就不是钱了？啊？日本人在中国杀了多少中国人，奸淫了多少良家妇女，我绝不给日本人唱。哎呀，算了，这里又不是中国。查理张，你不认祖宗，不代表其他人跟你一样不认祖宗。算了，冷静，算了，咱不跟他置气啊！快走，快滚，滚！我没听。走了，晚安。你醒了，英雄，还记得我吗？你是？哦，那个和我一起骂日本人的女人。没错，我看你醉倒了，不想你被车子碾死，就把你捡回来了。谢谢。有胃口的话，吃点东西吧。你是个娘惹，我养母是个娘惹。咖啡，谢谢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有两个名字，一个是真名，一个是做歌女的名字。你想知道哪一个？真名。你不后悔？为什么要后悔？因为只有朋友可以知道我的真名。我想当你的朋友。石燕子，
我妈妈收养我的时候，她不知道我姓什么，她说我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，所以就姓石。她还说我是一只飞来的燕子。石燕子，这名字取得真好，你妈妈应该不在了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如果她还在世的话，一定舍不得你这么辛苦。人呢，总是有无可奈何的时候。我妈妈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，她一辈子都单身。你看，她确实很漂亮。为什么没结婚呢？因为她一辈子都在等一个人。那个男人是个英军，说回英国后就回来跟她相聚。可是等了一年又一年，他还是没回来。我妈妈就开始喝酒，越喝越厉害。我常常得把喝得醉醺醺的他给背回家。他还不到四十岁，就酒精中毒死了。直到死前，他还在等那个人。你怎么不说话了？突然间想起一个人。香，是你啊，真巧。我来附近找个朋友，没想到他已经搬走了，结果扑了个空。你住这里啊？星洲影视，这影视是杨介先生开的。我听说你为了杨介先生跟皇家断绝了关系，你真的很坚强。我堂堂一个男子汉却不如你。杨介先生在吗？他出去了。你在等他吗？那孩子睡了吗？菊香，你的脸色看起来不是很好，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那就是肚子饿了。你不饿，我却饿得很。这附近可有东西吃？能不能带我去？快到，付钱。好。
就是这些了，真是麻烦你了，让你跑一趟。吃一点再走吧。来碗面。好，老大给。好，慢慢来，慢慢来啊。知道。来。谢谢。怎么了？你想吃吗？来，快坐，坐。老板，再来一碗面。好，赶快吃。一份这个，还有卤蛋，这个。面来了。再来一份这个。好，好，谢谢啊。好好。来，好，谢谢。来，老板，再要两碗。好。日本嫂，面来了。菊香，来。老板，我的面。好，大刀。面来了。慢慢慢慢。嗯。就行。哇，他怎么这么能吃？小孩子，你懂什么？做母亲的不吃，哪有奶水来喂小孩呀？洗碗，洗碗。够吗？别客气。就知道交不起房租，走开，进去，把所有的东西通通都搬掉。哎呦，你这娘惹婆啊，怎么那么不通事理啊？我已经给你一拖再拖了，难道让你白住不成？我把摄影器材全卖了后，扣除你欠下的租金，剩下的我还你。你到底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我说，说了也是白说，走开了，走开。我都听见了。他欠你多少钱？大半年了，连本带利总共是这些够吗？够了够了，再多住几个月都没问题。以后别再来骚扰他。那还要你说？走吧。东西拿进来吧。
你还要什么货呢？随时可以到我店里拿。这位头家压了些钱在我那儿。你是说要我把东西拿回去？你不是要跟我赊账拿货吗？现在这位大头家他……哎，菊香，菊香，菊香，你的状况我都知道了。说起来，我们两家也算是世交。你奶奶每次来我们家的时候，都会给我带吃的和穿的。现在你有困难，如果我置之不理的话，你说我怎么能够吃得下饭，睡得着觉？就别再婉拒了，啊！你可以先走了。啊，谢谢头家。菊香，哎，别谢我，我只是尽了绵薄之力罢了。还有，我能不能有个请求啊？小时候吃过你奶奶做的 rumba udon， 那味道到现在还念念不忘。不知道你能不能做一些给我？太好了，大嫂，我给你炖了燕窝，你好好调理身体，一定会好起来的。谢谢。我自己的身体，我自己心里有数。我这血崩的毛病，想要断根，没那么容易。美玉，老太太喜欢热闹，喜欢子孙满堂，就靠你了。我也想为陈家多添点香火，可是，圣地他还是没碰我。怎么可能呢？你们不是已经同房了吗？那次同房，他是被逼着与我同房的呀。他怕奶奶生气，还怨我跟奶奶告状，说我搬弄是非。他现在对我越来越不客气了。弟妹，圣地呀，是个男人，又是血气方刚的年纪，你要用点心。可是我一碰他就烦我。这个圣地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外面有女人了。这不可能，我也算是看着他长大的，他不是那种纨绔子弟。美玉啊，这女人想要抓住男人的心，就要先照顾好他的胃。你知道圣地最喜欢的娘惹糕点是什么吗？是软包五刀。听奶奶说，圣地小时候吃过你奶奶做的软包五刀，喜欢得不得了。从那之后，不管谁做的软包五刀，他都觉得不好吃。这个简单，这道糕点我会做。弟妹，我得提醒你，这软包五刀对奶奶来说有特殊的感情，如果味道不好，老太太是要发脾气的，所以一直以来没人敢做。你确定有信心吗？嗯。
救命！哎，日本嫂，你又来卖娘惹糕了？好吃，真好吃！大家快来，快来买娘惹糕，正宗娘惹糕很好吃。大家快来，快来，娘惹糕很好吃，好吃！大家快来，你请我吃娘惹糕，我帮你叫卖。大家快来，快来，正宗娘惹糕吃了就买不了，吃不到了。大家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豪客，我来送你。哦，好。来，谢谢啊！我要两个，谢谢。我也要两个。又开档了，都卖完了，生意真好。可惜我来迟了一步，吃不到你做的娘惹糕了。软巴无当，谢谢，我吃喽。好吃，太好吃了，好吃到我有点恍神，好像回到小时候，我看见你奶奶跟我奶奶在厨房做这个软巴无当，他们炒馅料的时候，那香气好像到现在都还能闻到。菊香，信，帮我找回当年的记忆。你说这些要我带回去给我奶奶，谢谢，我奶奶一定很开心。啊，别跟奶奶说是你做的。嗯，知道了。今天呢，真的吃得很开心。美月，听你大嫂说你准备了特别的糕点。是啊，奶奶，我听说你和盛哥都喜欢吃这道娘惹糕点，所以我就特地准备了一些给你们品尝。美玉可是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准备的。哦，那一定很美味了。是什么糕点呢？玲姐，阿琴，阿琴。啊，老太太，这是少奶奶特意为你准备的软巴无当。这道软巴无当功多料多，炒馅料的时候火候要控制得好，炒得不够啊，就可以吃出虾干的腥味，炒过了就干了柴了，过后还要放在炭火上烧烤，也特别讲究功夫的。在这么多娘惹糕点里，这道软巴无当要做好不容易呀。美月，当年你奶奶的这道糕点叫人吃了直赞好，不管我怎么做也做不出那种味道。奶奶，我小的时候奶奶就过世了，所以这道软巴无当是我妈妈教我的。
那你妈妈也一定受过你奶奶的教导。我跟你奶奶啊，情同姐妹。每次她来见我，知道我喜欢吃这道糕点，就会亲自下厨做给我吃。啊，太好了，奶奶，今天你就可以好好回忆回忆以前的味道了。嗯，今天我们有口福了。哎，盛啊，你记得以前我们每次吃这道糕点的时候，你都跟我抢吧？我怎么会忘记呢？那时候啊，奶奶一口我一口，我吃大口的，你吃小口的。我只要吃大口一点，你就抗议。当然要抗议了。小叔，原来你小时候这么贪吃啊。哎，快吃你的。好好好，吃了，来吃吧。好吃，好吃，真的很不错。小沈，我要吃两个。哇，好，再多给你一个。谢谢小沈。奶奶，你再多吃一个啊。我够了，你们慢慢吃吧。奶奶，我做的还可以吗？这味道根本不对，奶奶是给你面子，才勉强把这不好吃的东西吞下去。哎，大哥，你也知道奶奶对这糕点是有感情的。人家不是说献丑不如藏拙，可偏偏有人要献丑，惹得奶奶吃东西不高兴。可以少说两句吗？圣弟，弟妹也是听我说你喜欢吃这个糕点，才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去准备的。他也是一番好心啊，更何况现在想要做出跟以前一样口味的软包武当也不太可能啊。那可不一定。玲姐，麻烦你。哎，奶奶，先别走啊，试试看我为你准备的软包武当。你也有软包武当啊？啊，可是我实在饱了，不吃了，你们自己吃吧。奶奶，来，这味道。奶奶，奶奶试试。奶奶，如果你觉得味道不合适，就不吃了。盛啊，是谁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软包乌冬？这味道真像美玉奶奶当年做的，真好吃。奶奶，这是一位娘惹。80多岁的老娘惹做的，我无意间吃到，觉得太好吃了，赶紧买过来给你吃。吃到这个软包乌冬，就想起我当年的好姐妹。大哥，嫂子，
这才是真正用心做出来的软巴武当。我就不信外面买来的会比我做得好。这味道怎么那么熟悉？少奶奶，少奶奶，吃饭吧。好。阿峰，你吃好了，再我去个地方。少奶奶，你要去哪里？我现在就带你去。少爷说，有个娘惹很会做娘惹糕点，你知道他在哪里吧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带我去找他。二头家，你真是神机妙算，少奶奶果然像你说的，叫我带她去找那个娘惹。他那点心机，瞒得了谁呀？对不起，我刚刚见门没关就进来了，我先到外面等。那个，对不起啊，是这样子的，我奶奶吃了你上次做的软巴武当之后呢，开心得不得了，她还一直问我是谁做的，我告诉她是一个80岁的老娘惹做的。我奶奶下星期过60大寿，不知道你可不可以为她做点娘惹糕点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谢谢你啊。怎么了？菊香，来，我来。英雄，是燕子。我现在是苏西旺。不，你是我的朋友，是燕子。来，请坐。比尔，我在外面看见你，好像有些落寞啊，英雄。
别叫我英雄了，我叫陈。不要告诉我你叫什么。你这英雄英雄叫的，怎么听起来像是一种不堪的讥讽？谢谢。我可没有讥讽你的意思啊。是我自己的感觉。其实啊，我是一只狗熊。哦。要爱不敢爱，想爱呢，又不知道怎么去爱。更卑鄙的是，我不希望人家想爱。你爱上了一个女人，另一个比我更勇敢的男人拥有了她，然后她离开了。我希望她永远不要回来。你说我是不是很卑鄙，很无耻？你是。干杯，狗熊。干杯。二头家，老太太已经等你很久了，还不快去？圣帝来了。奶奶，灵姐说你有事找我。跪下。跪下。你就跪在祖宗灵前。给我想个清清楚楚，想个透透彻彻。奶奶，我做错什么事了？你愧为人夫，愧为陈家子孙。奶奶，圣帝，你不能再这么对美玉了。美玉是你的妻子，你不能让她像守活寡一样。这对美玉来说是煎熬，是折磨。她又来跟奶奶嚼舌根了。是我跟奶奶说的。圣帝，你根本就不了解，这女人啊，要承受传宗接代的压力。你再这么对她，她会崩溃的。美玉到底做错了什么，让你如此对她？奶奶，她没有错，错的是我。不，你没有错，错的是我这个老太婆。要你娶美玉的是我，你要怨要恨就冲着我这个老太婆好了。奶奶，你不要气坏了身体，就让圣帝在祖先灵前好好想一想，他一定可以想通的。秀玲，你传下去，说我这个六十大寿不过了。奶奶，你别这样子吧，六十大寿一定要好好庆祝的。想到我们陈家人丁凋零，我百年后都不知道怎么面对列祖列宗，我哪还有什么心情来庆祝六十大寿啊。奶奶，你别生气了好不好？我在祖先灵前发誓，一定给陈家延续香火的，不要生气了，奶奶。